本来就看到了，他放在纸箱里面了。没有，你刚刚在藏着。他放在纸箱里面。他这一只看到人会怕。啊，是，他就给他放在这里吗？没有，他们就怕拍照，然后他们里面就不拿纸箱给他。哦。被丢的呀。看都知道被饿了。哎呀，拜托，饿成这样子。 上班的时候看到，4点了。4点上班就看到，在在这边乱晃。哦，然后他们就又害怕人，看到人就叫。啊啊啊！为什么让他跑？没有，不让他抱，他只是拿纸箱。这个狗狗我们带走了，辛苦了。你们大概几点钟看到的？下4点多是在那边。哎，你们这边有监视器吗？有。可以调一下吗？ 不晓得，我帮你跟店长说一下。对，调一下看是谁，有没有可疑的？不要知道恶意气势啊，会被花钱的。好，你们帮我们调一下，如果有的话，可不可以给我们？好，你知道我们的电话吗？不晓得呢。我留电话给你好吗？